带你看6年前的迷你世界，最后有惊喜。伙伴们，迷你世界已经上架6年了，那么你们知道6年前的迷你世界长什么样子吗？现在很多人都是新手，表示没见过。现在我让你们看一下6年前的迷你世界，可以先为迷你世界点个赞吗？谢谢。来色 go。 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？啊，这就是最早最早的新手村，6年前的新手村。见过的伙伴扣个1，没见过的伙伴扣个2。那时候还没有门，在我们的门上面是玻璃挡着我们前进，对吧？你们看，我们打碎玻璃就可以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只有一棵树等着我们，我们打碎一棵树可以获得10个果木板。捡到果木板，伙伴们，我们就要做工具。这是最早的工作台，你们看上面有一个轮子，是4方形的。这时候老官方会给我们一个考验，在最后他让我们做工具，做出来装备我们可以穿在身上。伙伴们，因为最后有一个野萌宝会来攻击我们，原来野萌宝才是迷你世界最古老的怪物，你们看到了吧？那时候还没有野人，只有一个野萌宝。伙伴们，评论转发告诉更多的人看一下6年前的迷你世界，你们知道了吧？